我正在想，当时我看俺我就哭了，嗯，心里我觉得好苦。 就在家呢，就在家呢。人那个姑姑也没人，那什么人，我哭了弯弯蒙蒙，也闹了，肚子也饿了。就后面呢，又一个人走过来，走过来他问我干什么？我跟我开车想跟人家偷了车，他的给钱我他跑了，他又没叫名字，我又没晓得他是什么人。他给钱我也要了，因为我没有钱了，没得回家。我当时。 我一个人两个女，他够了我一命，等于够我三个人的命，是吗？哎，够我一个人，等于够我一家呢。哎呀，你看你啊，我叫我一走，不用问，没有两样。